2014年开年至今，娱乐圈好事连连，杨幂刘恺威与陈思诚佟丽娅先后大婚，给寒冷的冬天增添了几分暖意。日前张馨予再度回归爱巢，频频发出复合信号，破镜重圆的迹象也是越来越明显。日前张馨予深夜来沪开工，自以前凸后翘好身材的张馨予当日一身厚重的外套裹身，显得十分臃肿。浓妆艳抹的张馨予走出机场之后，就掏出手机认真地收发短信。不知是否戴着口罩的缘故，张馨予一路走出来基本也是零回头率。与助理熟门熟路地走到停车场之后，张馨予接下口罩，深深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，继续发短信，显得十分投入。当一部银色的商务车开到跟前之后，张馨予迅速上车离开。由于是深夜，车子一路狂飙至某五星酒店门口停了下来。张馨予拖着疲惫的身躯先一步快速走进酒店电梯，而其助理和经纪人则拖着大大小小的箱子走向电梯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独家报道。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，我是大鹏。